虽然泰迪凭借着灵活的身手躲过了射来的几十枚毒镖，可百密中有一疏，他最后还是被刺中了胸口。然而泰迪却直接用手把毒镖给拿了出来，只因为毒镖的主人心狠手辣，在每枚毒镖上都涂满了剧毒，但泰迪却越挫越勇，他挑衅般的露出了头，迎接他的果然又是几枚毒镖。可这次泰迪没有继续防守，而是射出了一把飞刀。趁着男人惊慌躲避的时候，泰迪立马又往前跑了几步，看着神殿里供奉的十只权杖，他决定豁出性命拼一次。虽然男人被他的飞刀刺中了要害，可他也被毒镖射成了刺猬。泰迪颤抖着手取下权杖，刚想用它逆转时空改变命运时，一大群守卫却又闯了进来。